没想到来台北没几天就已经做出决定了，这完全要感谢一个人。谁啊？你的妈吉。这跟陈小华什么关系啊？干嘛感谢他？要不是陈小华拼命的气你，你哪会把心意都放在工作上，而且马上做出决定？哇，我原本还在担心，以你犹豫不决的个性，找店面可能都要花一个月的时间了。你又知道我犹豫不决了。来，那么这两盘你要先选哪盘啊？你看，是不是犹豫不决？这两个长得差不多，味道也都很好，我怎么？我都跟你讲过了吗？不要猜测我。好啦，跟你开玩笑的啦。我只是看你对陈小华的态度反反复复，连找个店面都需要他的意见。请你不要误会我，我不是那种公私不分的人，我一向不会让我的私事影响到我的公事。那个店面我真的很喜欢，是因为它完全符合我要的条件。我找陈小华是他比较龟毛，如果我可以说服他的话，就代表这个店面完全没有问题啊。你从不知道，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。来，一起来。哎呦，你很过分呢！我是跟你讲啊，不要再自以为是的猜测我。哎，这不是猜测，这是你的内心话。你叫何玉伟，我叫林安利，那请问是谁的内心话？我是不知道陈小华是真笨还是装笨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早就看出你的心意了。吃饭可不可以不用一直聊到他 ？OK， 好，来开动吧。哎呀，这两盘你要先吃哪一盘？爸。我昨天有看到绮丽。哦，这么巧啊！你知道她回来了？也见过面了。那你怎么没有跟我说？她回来多久了？有一阵子了。我在想，我没告诉你，也是怕这件事啊，对你现在生活有影响。影响我的生活，爸，我已经长大了，可不可以不要帮我决定说什么事情我该知道，什么事情我不该知道啊？你竟然连这种事也瞒我！依莲，我们并没有瞒你。爸说的是对的，我也觉得你跟李绮丽不该再往来。都十年了，过去的让它过去吧。你我交朋友，你也要管吗？那要看你交的是好朋友还是坏朋友。一切啊，你少说两句。李绮丽是坏人吗？她以前的能力这么好，就现在只能在宫殿里面打工。我只是想要帮帮她而已。你不能因为她坐过牢就把她的好处全部都抹杀。李绮丽是杀人犯。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家的状况。所以杀人可以被合理化吗？要不是她的继母。好了，不要再吵了。依莲，绮丽，她是一个不错的年轻人。他家现在这个状况啊，我有责任。这几年啊，我也有在做尽力弥补。可是你是我的女儿，我当然是希望你可以拥有最好的嘛。可是绮丽她……爸，既然连你也不给绮丽机会，难道你对绮丽的关心都是假的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关心绮丽啊，是因为我对她有愧疚，我看着她长大。我当然是希望他好，可他再好啊，毕竟还是犯过无法弥补的错。他这一辈子会过得很辛苦，都会活在别人的眼光下。你是我女儿，你啊要跟他当朋友，我是不反对。可是我不希望你跟他有任何的感情纠葛，因为他也会让你过得很辛苦。对，你可以说我很自私，可是天底下爱子女的父母。哪个不自私嘛？爸，我就只是想要帮帮他而已，其他的我没有多想。就凭你能帮他什么啊？爸帮了他这么多年了，李绮丽的妈妈是怎么对爸的？我劝你不要再跟爸一样了，
好心帮忙，还惹得一身腥啊！李琴，你说的太过头了。好，那我就把话说清楚。爸，哥，我已经成年了，我做什么事情我自有分寸，不要你替我操心，就是。哎，什么态度啊你？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让他冷静一下，他会做出正确判断的。爸，他正确的判断，这才是最担心的地方啊。都像隔层玻璃，被我看得清清楚楚。回家继续喝。哎，哇，你刚还喝不够多啊？我喝开了，我觉得今天特别适合喝酒。走，回家喝。哎。你有没有交过女朋友？当然有啊。那讲来听听嘛。都已经分手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哎呀，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就当讲故事，要把它说出来不就好了？说。好。以前呢，有一个男孩子叫做何玉伟，他就像陈小华一样，不懂得珍惜像林安丽这么棒的女孩子，所以他们就错过了彼此。结局就是留下了遗憾。我知道我不应该过问你的私事，可是何玉伟的故事可不可以不要扯到陈小龙跟林安丽啊？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好不好？那陈小华以后只好跟何玉伟一样后悔，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除非陈小华愿意从现在开始改变故事。根本就没有什么故事，什么改变啊？哦，好，您仔细想一想哦。为什么陈小华听到我们住在一起，他要那么生气，那么抓狂，而且他还逼你承认我们之间的关系？如果是妈吉，如果是好朋友的话，不是应该给我们祝福吗？有啊，他有祝福我们呢。拜托，那种酸溜溜的祝福，难道你听不出来他有多在乎你啊？那是因为你不了解陈小华才会这样讲。我是男人哎，我知道男人心里在想什么啊。遇到爱情，每个男人都是胆小鬼。陈小华，哎，那种凶巴巴的怎么可能是个胆小鬼？我是不知道陈小华为什么不敢追你，但是谁都看得出来，陈小华的心里只有你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啦，你放手啦。还说没事，脚都拐到了，我抱你回家吧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自己会走。我扶你总行吧？那你啤酒要拿？快点呢，很痛呢。你撑一下。你去拿拿拿。真受不了你，还可以吗？你不要乱动啊，到时候更严重怎么办？扭伤脚的黄金治疗。这不是我的袜子。这是我的啊。但这是新的，没有关系的。来啊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你先穿上一层，等一下冰敷的时候才不会被冰伤。小心一点啊。来。
再看第二层，这样子冰块才会被固定，你就不用一直扶着了。我没有那么严重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谢谢。小心点。嗯。你是不习惯被伺候，还是不习惯被男人碰？大师，请停止分析我，赶快去洗澡，洗完了就换我。OK。真的耶，好方便哦。陈小娃都没有对我这么好过。是我还放不下，放不下那些年。